喊是要干嘛啊？人家做的那么好，霸什么喊啊？见鬼了，那是见鬼了！迄款市长，你工课无做，就有钱通领吗？咱百姓无做，敢有饭通吃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免做工课，是要坐遐要创啥？那个一哗哗哗要倒下来，一下子哗哗哗哗都到阴沟里去了。这个是韩国人的功劳。以前嘛，这是一扑通扑通扑通的，那个水沟都堵死了。现在不会了，那个下水道哗哗哗哗就去了。觉得这只是基本功而已啊，不直接，而且也没有变得比较好。他说过会不会积不会淹水，但是实际上淹了。可以喝水吗？可以喝水吗？神插嘴！如果我做的不好，我贪污歪勾做了一半，溜之大吉，酸，我怎么对得起选委选？六月六日，罢韩投票日即将到来，插嘴龟特地飙到高雄，走访大街小巷，甚至深入对韩国瑜好感度最高的国贸眷村，听听高雄民众支持这次的罢免吗？我支持啊，会啊，会投票。这样的人都能当市长，那谁都可以去当市长。我当然支持罢韩，他是一个说谎，然后又不肯承认错误，然后背后又有很奇怪，可能有中国因素的干扰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远离的一个对象。不支持。其实让他做完一任内，看他做的好坏，再决定说他适不适合。我不支持，不会去投票。你看他做的，他做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骂他？对啊，要给他剧组做下去嘛。他做了不好，我做了四年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做了他们做不到一年多，怎么骂骂他？那没有道理嘛。他是有求衅的样子的，这不可以的。这个一个民主时代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哎，就是民主时代才能罢免。人家刚刚上任，还没有坐稳，而且也不是乱来。那你今天搞这种动作来罢韩，让我们心情很浮躁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生气只会是你自己。我们没有民意了，我们没有民意了，哎，我们只能听政府的，政府要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。我是坚决反对。您还说啊？费了那么多心力选出来的，也并不是个很坏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对我们高雄市有所作为，有所改进，对不对？这种人要罢免的话，要诚实一点，是不是要枪毙？对不对？我讲话很实在嘛。支持。我今天就是特地来问投票处的。韩市长他当初选举的一些政见一样都没有实现，都说别人就是卡他，可是你做的作为我们感觉不到，我们也看不到。迄款市长，你工课无做，就有钱通领吗？咱百姓无做，敢有饭通吃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免做工课，是要坐遐要创啥？要贪政府的钱就好啦。啊，政府的钱嘛是用对事去。我反对，这么好的市长怎么罢免他呢？不可以，这现在要罢免他的人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不乞讨，我干嘛要去投民进党？投他的？来，那我要打雷啊！要罢免，这两天把他天天在喊来在打雷啊！我良心要被人家踢掉的去。哦，苗董，罢韩是要干嘛？啊，人家做的那么好，罢什么韩啊？见鬼了，那是见鬼了！该罢的不罢，陈菊时代为什么不罢陈菊啊？罢韩就是民进党搞出来的啊，那一定的啊。谁愿意罢他？每个都喜欢他啊。那民进党反正就是看他不顺眼啊，他立足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民进党会死得很惨，对，会死得很惨，因为韩国瑜他脑袋进来。尊重各方观点，相当支持，坚决投票。我家有八票。票入轨，用欺骗来赢得选举啊，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人，很多人说他是政治奇才，我在我心里感觉他是政治的骗子。这种市长不把他罢掉，以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先骗再说，这样子我们台湾会真的会完蛋。尊重各方观点，支持。感觉韩市长他之前讲的东西可能会给人民太大的期待，那反而我们得不到这些实质上的东西。高雄人民或许他可能一时意乱情迷，那可能就是不小心听信他的甜言蜜语，那没关系。但是其实高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说，他其实只是一个会开空头支票，东家规本机做无一汤匙，这款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着高雄市民来讲是非常无法度接受的。所以今天咱既然高雄市民伊有法度吼用一张选票甲投出。
来吗？我话都用一张选票把伊换了来。这一次一定要罢掉，不然高雄人以后还要被其他县市人看水小吗？有这么严重？韩国瑜到底做了什么惹怒市民呢？就是他上任没多久就去选总统，就是会觉得好像有点跳太快了。他也不是做的不好，也不是说贪污或是犯什么罪啊，他只是对政治上有一点贪心而已啊。那为什么一定要罢呢？还在观望中，他才选上没多久，我就看他选总统，其实心里有点寒了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哦，天哪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韩国瑜上来不应该去选总统啦，对不对？可是才做几个月，你还没有成绩没有出来，你们就要罢免他？他也没有犯什么大法，那选总统也错了吗？那选总统没有错啊，大家都要往上爬，对不对？那选总统会错吗？那选总统对高雄会不好吗？市长请假有什么不妨害嘛？他有人代理就可以了，因为大家来捧场，你看谁越好的话，啊，干了一年市长，哎，你选总统，因为大家给他起哄，大家来给他抬起来的，不是他的，哎，我们都看得清楚。看不清楚，不是因为怎样，他在市长，他这边要申请钱，他根本都请不下来啊。他们就是，他们都一直给他压下去，他当然是想说我能爬的，哎，他只要当上总统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民调全部输了。就是很像公司在聘请员工嘛，那你这个员工如果都做了一下子，就马上要去跳槽的话，那是不是这个公司这个员工的可信度就受到很大的质疑？就是心都不在这里的话，就也不用勉强这样。难道韩市长就没有政绩吗？最满意的就是看到陆平啊，还有像下大雨淹水，其实水很快就会退了。我看到这个马路，我就觉得就会有一点感动，真的。以前的马路没有这么好，现在坏掉有坑洞啊，都是以前旧的，还没有铺的，还没有翻修过的，因为经费有限啊。最好的地方太多了啊，就是马路啊，水沟啊，都很老啊，没有那个罢免的那个理由了。因为现在你看马路的坑洞，有时候我们开车那个马路走的话都是很平顺，像这几天连续的大雨的话，我们的排水沟什么的话都不会淹水了，道路铺平了，水沟挖通了，很好啊。觉得这只是基本功而已啊，这直接而且也没有变得比较好。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清淤泥到底清在哪里，我们只知道雨大了就是淹，这个问题还是一直都没有改善。对，然后路平的部分也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啊。像这次水灾的话，就觉得做的不是非常好。他说过不会淹水，但是实际上淹了，就是没有改善啊，完全没有改善。我看淹镇区的朋友那边都是淹水啊。这几天他的豪大雨其实真的是蛮大的，所以也不能去怪说是他可能至于你有效或无效。然后也有节省啊，那人长大家都这么讲，都改善很大啊。怎么没有改善？改善大了。那个雨哗哗哗要倒下来，一下子哗哗哗哗倒到印度里去了，这个是韩国瑜的功劳，哎，韩国瑜功劳大大的提高了。那以前嘛，这水扩通扩通扩通的，那个水沟都堵死了，现在不会了，那个下水道哗哗哗哗就去了。哎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下雨不下雨不下雨，我们这里的印度都每条印度都去通了。以前没有的，哎，这些人要罢免他，这些人才是没有良心了，把良心不要被狗吃了，哎妈呀，这走路要摔跤的。他下来不到一个钟头，他要退了啊！我们这里连淹水都不会淹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淹水。以前啊，淹水啊，一直淹哦，陈菊时代是淹得一塌糊涂了。当然，他雨大的时候会淹，但是他一下就退啦。他其实没有真的很严重的雨量，但是它却造成我们的高雄市区，不管在山线啊、海线，或是整个市区，它竟然会淹水，然后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这样，同个高雄两样情。他所谓的路平灯亮水沟通，那其实在这段期间以来，看到高雄依然就是他口中的那个5000个洞嘛。那灯亮，我们其实，在路上，其实高雄市民感受非常深刻啦。其实像在前几天，那个古山区的美都路一整排的路灯一整排的红绿灯全部都是故障，没有反应的嘛。那在水沟通的部分，我们知道治水并不是只有清淤泥那么简单。那他一场大雨就让他的这个清淤泥的神话直接破功。那其实高雄人民都会看得很清楚。还有其他不满意的地方？除了挖水沟、铺马路，还有什么政见？
什么政见都没有实现。选前讲的高雄要发大财有吗？没有。再来爱情摩天轮没有。讲最简单的爱河旁边的爱情产业链有吗？也没有。你看看现在爱河旁边的店，店家倒的倒，关的关。什么爱情摩天轮啊，什么迪士尼啊，后来又说哦，迪士尼是真的人口不足啦，没办法什么的，都一直打脸他自己以前就是对高雄人的承诺啊。空头支票的部分吧，出尔反尔，他很容易自己说的话之后就说没有啊，我没说啊。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不当身为一个市长是最不 OK 的部分，就是号召那个韩粉跟会韩粉在对撞，我觉得这个居心叵测而已。我觉得这蛮可恶的一件事，因为身为高雄的大家长，不应该说这么不爱护自己的事。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他比较像我们眷村的小孩，有时候讲话是很随性啊，就是说有时候常常会得罪人啊，有时候讲的话哈也是说会比较不太得体啊，这也是就是说他的个性啊。被议员质询的时候，他在回复的就是方式吧，我觉得虽然他可能态度是一个蛮洒脱的人，但是我觉得面对质询的时候，他还是必须拿出一点点就是政治人物的专业。最不满意嘛，当然就是他亲中的行为。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啊。当然有很满意的市民，一个关心群众，一个他要关心生活，他现在没有权利，他没有钱。国民党没有钱嘛，是不是嘛？大家都知道了嘛。我不知道。民进党都包包的拿钱出去，这里是钱，那里是钱，都是那个票，什么事都是买的，是买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心里有数啊，他的817票是怎么来的？他心里有数嘛？韩国瑜很棒，很好，真的很好，韩国瑜真的很好。他一要选总统的时候，他就水沟啊什么，就叫人家弄，就叫人家弄，好就是好，不是不会乱讲话的。我们六月六日报函召到了，大家有没有想对高雄人说什么？北漂的年轻人，爱高雄，爱你的故乡，一定要回来投票，666。绝对要回来投票，大家当天一定要出来投票，然后不要被这段期间可能韩国瑜有一些手段或是招数所欺骗。高雄不是用惊大汉的啦，知影无？不是用惊大汉的啦，不是用惊大汉的啦。高雄未来的命运还是要高雄自己决定，因为这是我们要生活的城市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是大家说了算。对，高雄人加油！这一次的投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你这次没有要去投，不去投的话，你就会丧失一个让高雄改变的机会。高雄市民的话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哎，要支持韩国瑜，我们要活好的日子，往希望好的日子来，东西卖得出去，要团结起来，团结是力量，对不对？分的是军事无力了，就没有力量了，大家都泄气了，很多人都泄气了，没有气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人民要站起来，人民是力量，力量的力，眼睛要擦亮眼睛，耳朵要掏干净，听得清楚一点，不要糊里糊涂，对不对？人家做得那么好，霸什么喊啊？那款市长，你工作没做就有钱通领吗？